今天是我们办理类似像第二届的这个有机蜜香红茶的评鉴哈。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说来推广这个无毒茶孙的部分。那站在瑞穗乡农会及各政府机关的立场，我们想要把瑞穗的茶区推成有机无毒的一个专业区。惯性的部分虽然大家已经不喷洒农药了，但是多多少少会施一些化学肥料。那有机的部分它是完全不施化学肥料，也不喷洒农药哈，所以这个部分是更安全更健康的。在有机茶的这方面，因为大部分它只能够施用这个有机质的肥料，然后完全不能喷洒化学的药剂。那在风味上面呢，它的风味会比较丰富一点，提到金牌跟银牌以上的这些，它的表现都是属于蜜香比较足，然后有这个花香果香还有它的这个属于有些是属于比较像森林芬多精之类的这个香气。那在整体的表现来讲的话，那个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密码二号，密码五十八号，密码五十八号，五十八号，东升茶行，东升茶行。密码七号，密码七号，密码四十九号，密码四十九号，密码四十九号，嘉明茶园，嘉明茶园。